等一下，他怎么一开始？老板，我需要做什么？我现在是员工哦，在办公室。嘿，你需要大量的复杂代码，坐在电脑前，然后开始写，你已经错过了截止时间了。哎，我根本就麦块人物吧。二代超母汤精彩，真的假的？二代比一代来讲，将 scary 的地方比较多吧？我靠，两个一 OK，OKAY，我要选哪一个啊？先喝咖啡。当圆圈出现时，按住。快点，喝下咖啡，开始工作。你只剩10分钟。我靠，上面有计时啊！咖啡在哪里？这骨灰坛是咖啡吗？不是。哇，喝咖啡还要自己泡这样子。这是什么？我吃了一个苹果。他为什么要把这个拿来设计进来啊？咖啡在哪里？这个？为什么这个特别久啊？为什么？二代等于母汤。俄罗斯的语言。煮好咖啡了，你感觉很轻松。然后呢？哦，我还要这样子哦。哇，无血沉思的速度，他们超强。哦，天才小，我哇，绝妙天才。这根本就是要玩残你的手，你知道吗？怎么又可怕、啊？确定完成？哎、欸，我左边是不是有东西啊？有没有看到那个影子？最后会有爱的火花？什么鬼啊？哎、欸，不要洗屏啊！那个洗了一整片的，我先跟你禁言了。你的领导应该知道密码。怎么样？这份文件今天应该今天发送，需要密码能告诉我吗？快给我密码、啊！我们每天都改密码，你忘了吗？我是忘了，快点给我！密码在我办公室的黑板上，快点！昨天是截止日期了，我觉得等下鬼要来干我了。哦，那是我的影子哦！哎呦呦呦呦呦！黑板上面，黑板在哪里啊？他是在糊弄我吗？该不会这里吧？哦，在这里啊！哎、欸，我剩下5分钟，我剩下6分钟了。80807349，哇！干吓死谁啊？跑个铺而已，毁天灭地哦！80803749，我猜错吗？7349，啊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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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了有了有了 ，Yeah！ 你看那只猫 ，What？Momo 病毒，请输入 Momo。Momo 又来了，徒劳，什么意思？徒劳无功。你需要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像这种游戏啊，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在办公室，突然有一个不知名的一个人密你，然后问你做徒劳这样子。该死了，你是谁？嘿嘿，我问几个问题。好啊，给你问啊，哎，继续打，该死了，你是谁？
我问几个问题，就这样没了。欸，他在拖我的时间啊，我现在剩下4分10秒。好吧，这很吓人。完了，时间快来不及了。谢谢，谢三小。工作上需要帮忙，快点，快帮我！老板生气，文件没有了，你该怎么办？然后呢？我准备好完成你6个愿望。我靠，不是精灵都只给3个，你给6个，你比精灵还要精灵。不，我拒绝。精灵给你的愿望只有3个，你是精灵乘以2。你能用那台无法工作的电脑做什么？哈哈哈哈，公小。欸，我刚拒绝欸。无法工作的电脑，该不是我刚丢的那一台吧？放我出去！干！你被不当人类啦！舅舅，我再也不当人类啦！我要把办公室弄乱七八糟。妈的！已经就是那个，你知道吗？反社会人格已经出现了。干，这么努力，我还是一个加班员工，大家全部都把工作揽在我身上，我觉得很难过。林北一辈子当工具人，我要报复这个社会，有没有这个想法啊？哦，还是不要啦，好不好？随便啦，生无可恋了。他不要冲出来抓我了！我要跟某某追入外河啊！为什么是老板啊？哦，老板很生气，因为东西交不出来，是不是？干嘛的？又要重来了，浪费时间。没有换了，33148632，不一样了，不一样了。欸，密码是多少啊？好，差点忘记，金鱼脑袋只有4秒的记忆，欸，7秒，叫某某把老板给杀掉。好，又开始了，这他妈是什么？我们这次稍微对话不要按太快，因为刚刚应该是按太快进入 bug 了，直接没有任何的选项让你选。工作上需要帮助，我们直接进入正题，不要跟他打哈哈了。然后呢？然后不是跟我讲说旁边的电脑准备6个愿望哦，所以说如果说我拒绝，我就只能等死，是这样吗？啊，我接受，我可以做任何事情。好消息。现在你不用担心文件了，你现在必须给我做任务。我靠，这么可怕！我顺从你，我把灵魂卖给路西法了。第一个愿望在66秒内打碎走廊全部的玻璃。三小玻璃，玻璃，我怎么吃苹果啊？我玻璃，玻璃。玻璃，玻璃，我要怎么打碎啊？哎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墙壁那些66秒，没反应啊？还是我拿的东西太轻了？完了，我死定了！他讲的应该是这个吧？哎呦哎！我什么都没看到啊！哎，我还活着！你现在必须做我的任务，我可以先打破再跟他讲吗？啊，先啊，应该先打破再跟他讲啊。而上面倒数计时1分钟，
呀，我不再做人类啦！哎，看这种笨打，拿去拿去，有了有了，哦，大成功，干得好！你的奖励在壁橱里，壁橱这里。哎呦，老板，老板挂了，手上头上插了一根包，小米蛙哥，你想要说什么吗？你做的太对了，该死！你为什么要杀他？可怜的老板，从今天开始我就是老板了。打错了，你还有十秒啊！我死了。What the fuck？ 我开玩笑的，靠腰、喔。你的工作日结束了，然后呢？你可以回家了，真假的？有这么猴康欸？我可以回家啊？家啊？怎么回家？哦，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么容易吧？结束啊？就这样啊？新的保存点已加入时间旅程啊？这。我醒来，我在家里，老板还在，那原来是噩梦。我要去看电视，电视机在这里，电视机坏了要修理。三小，欸，是卡带，欸，欸，这不是以前早期的那个游戏机吗？忘记叫什么名字了。欸，好多卡带啊，喔，那我要怎么修？手电在手机里，这么容易就可以摆脱我？以为这么容易就可以摆脱我了吗？不，我的第二个愿望是玩捉迷藏，快点！你时间很短，你的任务就是尽快找到我。我怎么知道你在哪里啊？那不是红白机啊，那个忘记叫什么了。哎，十秒的时间找到他，我看到了，在那里啊。哦，看到了，在这里。干超白痴的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完了，我，哦呦，这么近哦！找，全部都找到，全部都找到了。我饿了，我的第三个愿望是做晚餐，你要不要去吃屎啊？然后呢？我要帮你做晚餐。那不是任天堂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比任天堂还要早，我又真的有点忘记了，好像叫土星吧？是不是？谁会一起吃晚餐？但是我跟你啊，我们是好好的 Tomotaji， 你知道吗？啊，我现在做了，然后呢，他又不回话，这是浴室嘛？对不对？哦，好。开手电筒，不对啊，他没有反应啊！哎，是不是又 bug 啦 ？Hello， 好像要进入了 bug 模式，我不能打字啊！俄罗斯方块。台版的任天堂，我忘记了。到餐桌，餐桌在哪？这里啊，喔，不明显，我完全不知道这是餐桌，我以为只是一个单纯的桌子而已。那不是 PS4 啦 ，PS4 已经很后面了啊，也不是 Xbox 啦。你们讲的都是次世代主机，不是旧，不是以前旧的。哎，刚好丰盛哦。那我要把它吃掉，是不是？我吃掉我的那一份了。尝起来怎么样？很好吃。我还跟默默聊起天来了呢。我从没期待过你会喜欢你的老板。
虾米？小霸王主机吗？好像是吧？我真的忘了啦。怎么了？你当然会满足我，一切要结束了。用水装满浴缸。哦，他这个水的，好好可以，嘿，做的很巴比特的感觉，可以。吹风机，为什么我在放那个圣诞节？哒啦啦啦啦，哒啦哒哒。然后呢？吹风机丢进去，把自己给电死。我要自杀。然后要我跳进去。然后呢？我可以不要跳进去吗？哦，我会进到MOMO的世界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好，第三关，哇，好酷哦！欢迎来到我的世界。完了，他要开始追我了。我的第五个愿望是拉下拉杆开始游戏啊，这可以进去吗？不行。我觉得等一下应该又是那个一代同样的模组出来追你啊。你没有机会在这里生存，即便你知道规则。想要离开这里，必须完成一个仪式。什么仪式？看到地牢上传送门了吧？你必须用地牢里死去的灵魂将他们全部激活。一个激活了，有五个。那我要怎么做？我很无聊来找你了啊。所以说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们也会，某某也会来找我。看你脑色也这么黑。是默默会飞哦，白痴东西！哎，干你老师，他会飞是不是？你吵死人了！哎，干也就只有一只默，真小。不是啊，也就一只默默就还好啊。啊，干死定了！哎，没有，这边可以走，还好有别条路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他这边气氛做得不错哎、欸，因为那个，因为你会看不到，跑吧跑吧，你跑不远的，好哦。那我可以一次全部捡完，然后再一次还吗？而且我会迷路哎、欸，这游戏，哎呦，干你老师，这游戏没有地图。那个，这狗会不会咬我？两个，第二个灵魂，灵魂二来了来了，听到笑声了，但是我跟压根不知道在哪里。仪式会帮助你离开这里，这边有一只，找到这边一个，哎、欸，这不是一代的那个吗？干你老师！哦啊！哇，灵魂要重找了，不好意思，完全不想要理默默了。好，这边剪完，然后、欸、为什么突然不能跑步啊？看声音好近哦，我刚刚听到他的声音了。攻杀！I love you, Momo。他说他爱 Momo。哎，为什么走那么慢？怎么一直讲聊错聊错？
哦，就只插回去了哎、欸。这边会帮我开门吗？哦，门打开了。哦，碎哦。那我现在只要找出口就好了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大胜利！这样就可以过了。Yeah！ 你现在用四个拉杆激活所有灵魂，公傻。中间的是你的老板，你认出他了吗？现在，恭喜你老板尸体获得欢喜。你现在用四个拉杆激活所有灵魂。四个拉杆在哪里啊？他讲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他干嘛一直重复啊？哇，你个去嘞！很烦哦。他讲的四个拉杆是什么意思啊？根本就跳不过去啊，大哥！重来！看，又是这里了。我不要走这一条啦！哦，天哪！你走。哇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穿墙之术 ，Holy shit！ 妈的，吓死谁啊？这个地方会有另外额外两个灵魂，那这样这边又完成了，没错，几个。然后这边也一个，好，拉拉杆逃出去，米洛涛之力，这游戏在磨练耐心，真的。但不要这边给我突然 jump scary， 然后接着是这张破损的椅子，然后再走这里应该是出口吧？对，出口也是这里。好，走到了。然后他的跳跃键真他妈超难按。看，还要像他这样搞哦。哇！哦 ，Jesus Christ！ 我要跟他绕玩绕圈圈游戏就对了。你有本事飘上来啊！妈的！好啦，这样就还好了啦。不要被他抓到就没事了。哦，全部拉下来就好了。31折，是时候完成最后一个愿望了。我的第六个愿望就是回答我的问题。是，你可以什么也不回，门已经开了。我终于离开这里了。Oh my gosh！ 如果向右走，你可以试试。如果你向左走，你会返回到真实世界。要上向右还是向左？什么？我要看某某结婚？什么鬼东西？我们要听某某的话，还是要违背他的话呢？左右左，左左左右右，上上下下，左左右右 ，B A B A。
左，男左女右，除非你是人妖，那我就只好直走了。不好意思 ，I'm sorry。违背，反正这边有记录点嘛。嗯，我先走左边看看好了。听他的话。嗯，啊，不动了。警察一为什么把他关在最冷的囚室里面？那个混蛋把刀插在他老板的脑袋上。啊，是我。当我们到达现场时，他大笑的喊着：“某某会来杀掉所有人。”如果他继续这样，我们会送他去疯人院。老头表示：“某某，求求你写点什么吧。”我已经完全被鬼附身了 ，bad ending。那我们可以去右边，他刚刚有第四个储存点，我们从那第四个储存点再去抉择。被某某陷害了，一般，晚点写，再玩一次，好。我们可以选择关卡。时间旅行，困难的选择，从这边，我们选择右边看看。好，按下，我会被带走。哦，还有剧情呢！哇，死给拿！哇，你选择右边还有接下来的剧情哦。这是哪里？地狱吗？哇，有坟墓还有宝剑，这岩浆吗？我会被烧死？不会。好酷哦。啊，某某在这里什么话也不说欸。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？这个是跟某某结婚？真的假的？某某，我来了 ，I love you。啊，三小，去哪？回家。也许你是被选中的，但是被选中的必须要到达标准，也要足够强壮、聪明、狡猾。我没有说你，我没有说我要娶你啊，妈的！你很强壮或聪明吗？我很强壮，一夜七次郎。证明给我看，在左边，在城堡角落的坑里面，骗子垃圾，拜托他。这里，骗子垃圾，向洗骗子垃圾。看我受不了了，就已经讲过不要洗了哦，这个我就妈直接给你编掉了，你比较倒霉，被我看见，你活该。哎呦，这有血，好死了！你没时间了，你证明我猜的是对的，你是个窝囊废，但是你需要完成工作。啊？这个？为什么都是尸体啊？是右边吧？他刚刚讲左边。啊，他刚刚讲的左边是我正对着门的左边啊！哦，啊，算了，不管了，等一下再解另外一种。我们等一下再解另外一种。啊，没路啊！我们还是要把尸体丢上来。他讲的左边是我们正对着门的左边。然后我们刚刚是这样子嘛，然后之后他说左边，我以为是这边的左边，完全搞错方向。嗯，没关系，我们先让他失望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把尸体丢上来。我怎么丢？按一吗？然后我们下一局再来玩一个，让他另眼相待。嚯，怎么用的啊？哦呦，哦呦，我终于，哈哈哈哈，
天外飞仙，这样算吗？大门检查看看，刚刚大门就没反应啊。我觉得是掉岩浆里面嘞、欸，那个很高的勾得到吗？我觉得是勾不到了啦，我完蛋了，又重来了。算了，重来吧。时空旅行，下去，快点，我赶时间，大哥。对，好，最后一只，这样就可以足够证明我很强壮了吧？成功，耶、yeah! ！大门打开了 ，nice。引摸摸下去，有这个套路吗？哦，怎么大空地啊？干嘛？哦，亮了！我、哦、这哪里啊？麦块 2.0。结婚快乐！来找我，你这个小淘气！就算你躲到天涯海角，我还是会找到你的。你这个小坏蛋，来抓我啊！虽然眼琼瑶是不是？哈哈哈哈！来抓我啊！你这个小淘气！这个门吧，啊哈哈，来抓我啊！你坏坏，啊，过了是不是？我，好，我可以离开吗？不行，阿龙不见了。我一直想告诉你一些事情。但我不知道如何表达我的感觉，白痴吗？娶我？我可以有拒绝的权利吗？靠呗。嗯，你们觉得选一还是二还是三？哦，感觉貌似乍看之下答案都是一样的。我们还有一个方法可以救，你知道吗 ？Auto 加 F 4 好啦，随便选3好了。结完婚之后隔天办离婚，白痴游戏。哦，我一生的挚爱，哦，拥有我们相拥的乐文。这还没有别的结局啊？除了结婚之后，还没有别的结局？还没有别的结局？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他场景这样就6张图，看一下。哎，他这是只有5个图而已吗？这样子好了，我们这次选聪明好不好？看一下聪明他是想我做什么。对，我要选聪明，我们来选个聪明看一下好了，会不会一样也是搬尸体啊？因为啊，算了，先选聪明再说好了。都一样要结婚。没有，我想看到他说的聪明是需要我做什么任务这样子。聪明，好，我看他说什么，证明给我看。这个办公室有12个员工，一个老板，两个辞职做独立游戏，一个被车撞，一个自杀。4个因为咖啡天板掉了而死，
程序员在厕所被电死了，他们的老板一点踪迹都没有。有多少员工还在办公室？还在办公室哦，12个减二减一，减掉4个，再减掉4个，8个，8个之后还剩下4个人。然后程序员在厕所被电死了。程序员在厕所被电死，他说在办公室欸。在办公室。两个辞职，4个8个。所以说应该还剩加老板这样5个吧。他说老板不见了，剩下老头。应该是5个吧。因为程序员是在厕所被电死，他没有讲说他没有离开办公室啊。老板不在，员工都走了。啊，也对耶，一个都没有，随便啦，选一个看看好了。但你没让我失望，只是证明了你很傻。回去做门卫吧。欸，所以我答错了。然后一样要丢尸体，那丢完之后回去结局是什么？啊，他这个没有时间限制，我可以慢慢丢了，好爽哦！要去了，小钟怎么不见了嘞？不要搞我啊！好了，终于做完了，对，大门开启了，好的。结局一样要结婚，不是吧？还是一样。所以说一样了哦，会做成影片吗？会啊，会做成影片啊。啊，不管怎么样都要结婚啊，没有别的选择哦。这个结局有点太单一了吧？好可惜哦，这个结局。恶心！干，我又脱单了，好爽啊！我又脱乳啦！呀！我订阅你了，感谢订阅，感谢订阅。结束了，反正就是不管有没有结，有没有完成，他都一样是结婚。恭喜我家大佬结婚，好吧，就是两款一代跟二代的MOMO就这样结束了。那其实也没什么。好啦，我应该是会把它分两集啦，好不好？就是分两集放在这个 YouTube 上面。那么今天恐怖游戏差不多就先到这里结束了。哦，婚礼我就不去了，怕被吓死这样子。脱乳还脱乳2次，有绿光战警。小孩呢？目前还没有，就是结婚生小孩的打算，先享受一下夫妻之间的生活。过个1-2年再生个小孩好了。